贺岁剧《百岁大吉》的剧中艺人陈丽萍、钟琴、曹国辉和蔡奇慧日前在 ASA 中欧航旅劲爆旅游举行了粉丝答谢会，和粉丝度过一个欢乐的下午。生日快乐！当天到场支持的粉丝们不只能一睹喜爱的艺人，还上台和艺人近距离接触，玩得不亦乐乎。百岁大吉很好看，剧情温馨，故事很有趣，很精彩，每个演员都喜欢，真的很好看。感谢观众朋友们对百岁大吉的支持，羊年洋洋得意，大吉大利，百岁大吉，恭喜恭喜。谢谢观众朋友们对百岁大吉的热烈支持。